确实有点难搞啊，确实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嗯，这是打一级团，是不打一级团呢？碾碎他们！中单凯南，这干不干啊？干！这一级团俺们好像是能打过对面，我这一瞅。还呀，一血舒服了，舒服啊！还呀，舒服。谁的点烟呢？这凯南闪什么玩意儿了呢？两个小妖上线，起飞。据我的多年经验推断，这个一级团俺们应该是要团灭了。上来凿了我一下子，你干哈呢？下面好看不？好看吗？继续看呢，下面多好看呢。二级学 W 回血呀！走去也去看一眼包女儿到底是干嘛去了。包女儿俩人头啊，红开的，红开丑眼蓝，没打，可以。给凯南缓解了一波压力啊，还可以。他打完团居然还有闪现，这个我属实是没太想到啊。哎呦我操，我给他瞎当了，这波血赚。为啥？哎，我要，我记得我买出来了。啥呀？这是啊？再打来，我看你打不打得过我，这么嚣张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这个上单玩的真的压制住了上路，
压制住了野区，压制住了中路，就差下路俺们没压制住了啊！就我把能干的活全干了一遍。打个眼儿，看铁男下边跟不跟我们锤。下边他有闪，不好杀呀。有闪现的铁男是很难杀的，我估计他这是小反甲了，这是。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。闪现了，铁男没闪，铁铠冥魂已经交了闪现。他没啊，没闪。这杀不了，你得抬到他能行。俺们躲了他俩 Q。才能打得过，不躲他 Q 根本就打不过。你不是中单都打不过打野吧？啊？哦呦！你就说这英雄多难打吧？这还是我装备压制，你知道吧？算了，这把咱就不想着杀这铁男，我也杀不了他，他整一身护甲的，上哪能杀去？我就跟他农就行了，你农完我农，我农完你农，咱俩就互相农。我查个眼，自己单挑一手峡谷先锋，这波刚好有爆车。往左边拉，这怎么屁股打不着呢？真是又当爹又当妈呀！所有的活都让我干了，上路的炮车我都不吃了，我来一手峡谷先锋。香啊！没想到铁男居然这么卑鄙，推线了开始。我有这个，你别死，你死了高地就没，不是高地呀，你死了你就没兵，我跟你说啊。反正我回家回的快，我再来个小冰锤儿。这玩意儿给我线上战斗力加强不少啊。虚空掠影。资源一手，
兄弟，真不是说我要抢人头，你知道吗？实在是我怕他死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打了，这给你了，我上去收兵去了。个笨逼英雄，小笨逼，包女儿要来上了。还有盾没？可以，寒冰死了，烫死了。哎，这上单玩的可挺累呀，确实有点累啊，着实很累呀。从下路一直跑到上路。其实我刚才想把峡谷放下路的，不过追寒冰去了。我现在就在想一个问题，你说这峡谷先锋到底啥时候放？没找着机会放呢。要没了呀，这哎，操你哥了，创意打给我别啊，是吧，这铁男有点不当人了，护臂反甲不甲还啊，亏吧了。我关键我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他，你知道吧？你们说我能打过他不？算了，别问你们了，问你们就说打不过，问了那就指定是打不过。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，虽然不一定能打过嘛，但是可以尝试一下。这小子十一了。那510让人一个001压塔下，确实不应该。等我升个11的吧，这波兵我吃了，吃完以后我们升个11，升完11我试试跟他拼一波，能打个技能也行。
这你要被关进去了，这确实是有点难办。让他关我可以，你太脆了。其实这铁男发育不错的，真的。你别看我去拿这么多人头，但其实我的发育跟他差不了太多。我这人头都是别的路拿的，不一样。我要是都是杀的他，那就不一样。没啥，但是他有闪，算了，给他们吧，要不了，没有大，他旁边可能还有包女，这就不太合适。来，你天雷闪，我大闹天宫。是，俺们这两个大招，你们三个人敢过来？我的天哪，确实还行啊。这种 AUE 也敢过来？不过一个小寒冰而已嘛。nice 好起来了，快走，还没人啊，等我回家出死亡之舞，700块死了就1000，死一波就1000块。他们家放风筝挺厉害的。不过我装备其实有点无敌呀、啊，我这装备。Like 1-2还行，谁死了 ？EZ 被关了，小龙，快点来！可以单杀。呀，凯南把齐亚娜给单杀了，小龙吧，把小龙拿了。啊？你挺害怕呀？包女把闪现交了。我就腻了一下，他就交闪了，我都没有大。哎，假装有大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小心点啊！包女儿这个峡谷先锋放的位置还是有点厉害的。
下回一定记得看一下这里有没有眼儿。这怎么的？这要拿大龙啊！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不行，我这位置其实挺危险。兄弟，该你上场了！加油，漂亮！这个一 ，nice 大龙，呀，小黄毛起飞了，起飞，来主起风了吧？这一路上走走停停。漂流的痕迹，有一些犹豫。七百，寒冰射手，寒冰射手700块。你不得交个大呀，在我这里。其实应该来个蓝盾。呀，他们这还敢在这儿中路打呢？你都劣势成这样了，还敢在中路打呀？这个跳弹咱先不打啊，打了吧，打跳弹上下路。Nice， 中推了。你让我去下路推，行，我有船。其实我就中路直接推了就行。就直接强开，他们守塔直接就强开硬开。你凯南这波有闪，我都不用来下路，其实看他们放不放吧，不放凯南直接闪现大。没先手了，小龙吧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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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拆了走，小龙，你们打吧，我回家了，回家来个小秒表，无敌了，25分钟这种装备。基本上进到后排去啊，就是一座大山，你知道吧？越不过来的山，翻不过的那座山。
可以。其实我一直不能理解，为什么甲猴他不能打眼儿？这设计的不人性化。小心点，寒冰开我们啊！我们就在中路，中路下路就这么晃悠就行。他们现在打超级兵都费劲。走，去上路。不用去上，给压力就行了。在这个位置给压力，把兵线推进基地，下路兵进去了，中路兵进去，压力到了，他们自然而然上路的这个塔就没了，自然而然。跳弹，寒冰自己起飞了呀，这么喜欢飞，那就让你多飞两下。给你来个绝活啊！